北游记第一集玉帝转世。本书根据明代古典文学作品《北游记》，又名《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改编绘制。本册描绘了天庭至尊玉皇大帝偶见七宝接天术，口出戏言，被迫分出一缕魂魄，转世到刘天君家投胎。转生的刘长生拜祭接天术，七宝如来脱身而去，接天术神迹顿逆。受太上老君指点，刘长生得知自己转世修行真相，弃家修行，却与哥哥国王后结下因果，被迫再次转世投胎到哥哥国为玄明太子。玄明太子降服藩时，被立为定大王，得妙乐天尊之助，定大王击败来犯的藩兵，却在十年后被妙乐天尊点化弃国入山修行学道。很久以前，世间分为天界、人界、冥界。红军道祖敕封昊天金阙玉皇大帝为天庭至尊，统领群仙，统御三界万灵。这一日，玉帝降下谕旨，在通明殿设宴款待天界众天君，还特意请来了太上老君。只见这位历经万劫修炼，又由红军道祖亲封的玉帝亲自出迎，众仙见状颇感惊异，依次向玉帝见礼，心中却都感到迷惑不解。待众仙分别落座，玉帝才向众仙吐露心事。原来他见到西方佛教势力日渐东侵，道教却成示威之态，心中甚是烦忧，近来常有下界修佛之念，欲分佛教之运，为道教争取更多生机。众仙纷纷谏言，认为玉帝是三界至尊，不可轻涉修佛之道，免遭劫难。玉帝无奈放弃，心中却有了下凡修炼的欲念。此时殿前隐约出现一道金花树的光芒，七色闪烁，内蕴灵气。玉帝见状非常惊异，玉帝惊异地问此树来历。老君奏道，这是南方巽宫九生天外刘天君家的接天树，此树蕴含七宝，又有七佛护持，神奇无比，能发万道光芒于九霄云外。玉帝闻奏，心中欲念登时涌现，即宣火德星君进殿，命他去九重天外刘天君讨要接天术。火德星君领命出朝，赶往南方巽宫刘天君家。火德星君来到刘天君家，说明来意。刘天君道，圣上要此术，小臣岂敢不给，但怕此术一旦被移，树上的七宝便会自行散去，烦请上仙回奏玉帝，以免伤害此株接天树。火德星君闻言告退，回奏玉帝。玉帝已在凌霄殿等待宝树，闻讯怒道，刘天君享有此树，七宝护持，妙不可言，朕作为三界之主，难道气运还不及区区一个天君吗？众仙回奏，此树唯有刘天君家子孙才能享用，请陛下勿生妄念。玉帝心魔顿起，不禁叹道，若是能到刘家转世享用此术，朕也心满意足了。众仙听得此言，无不大惊失色。太上老君出班奏道，陛下且不可口出妄语，不过陛下既出此言，必要下凡转世投胎。玉帝心中只想享用接天术，顾不得降生之苦，便道，宜清言，朕下凡后谁为三界之主？老君又道，陛下有三魂七魄，应只一魂化身去降生投胎。玉帝听说要分出一魂，这才叫苦，暗中落泪。群仙见玉帝犹豫未决，纷纷谏言。玉帝心事重重，继续问道，朕若分出一魂化身降生，何时可渡此劫？老君奏道，陛下无忧，待陛下转世之身修行圆满，飞升天庭之后，陛下魂魄便可恢复其全。见诸事皆有定数，玉帝无奈只得分出一缕魂魄，众仙各自祭起一道金光，将此魂魄径直送往刘家降生。且说刘天君与红莲公主在后花园赏玩，忽然瞥见一道金光由天而降，并有天庭众仙护送着一行九龙銮驾，当中有一只硕大金盘，盘内端坐一个婴童。公主见此异迹，颇为不解，忙问刘天君。刘天君道，必是天界某位帝尊欲转世历劫，
我与夫人礼当参拜。天君命人抬摆香案，二人开始虔诚礼拜。只见那个婴童化作一道金光，渐渐从空中迅疾落下，倏然投入红莲公主腹中。刘天君见状，大喜过望，对空再三拜谢。不到一个月，红莲公主果然有了身孕。刘天君大喜，宽慰她道：“夫人怀的这个孩子，将来定能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光阴似箭，到了九月初九那一天，刘府后院云雾缭绕，异香满堂。公主忽然感到腹痛难忍，不多时便产下一子。刘天君大喜，给儿子取名长生。这位便是玉帝转世，玄武祖师降生的第一世。又过了三年，有一天，长生问父亲，家里有什么宝贝？父答道：“我家后院有一棵接天树，善生七宝，玉帝也曾来索要，却未能如愿。”长生听了很惊讶，执意让刘天君带他去瞧个仔细。长生随父亲来到后院，只见那棵接天树果然是金光闪闪，高耸直立，七色瑞光直冲云霄。长生心中大喜，从此每日到后院焚香叩首，朝拜接天树。在接天树上有七位佛国尊者附身，分别是多宝如来、宝胜如来、妙色身如来、广博身如来、离不畏如来、甘露王如来、阿弥陀如来。七宝如来见玉帝转世之身如此殷勤供奉自己，不敢受此礼遇，商议离去。这一天傍晚，长生来到后院，却发现接天树竟无一毫光芒，树叶枯萎，盛景不在。他感到奇怪，想到昨日这树还是好好的，今日怎么就枯了？其中必有缘故，明日再来看看吧。再说七宝如来离开接天树，也想不通此事究竟，便去天庭求见太上老君。老君便把玉帝宴请群仙之时，偶见接天树，心生妄念，被迫分出一缕魂魄下凡投胎的经过诉说了一遍。众位如来听罢，恍然大悟，太上老君怕玉帝化身，由于久恋红尘，妄生贪念而难返天庭，便叫七宝如来之中的多宝如来化身道士，伺机点化玉帝转世之身，劝他修行。七宝如来听罢老君吩咐，遂拜辞了老君。多宝如来变作一位道士，来到刘家后院，坐在接天树下。且说刘长生昨天到了后园，见到接天树宝光消失不见，心里很是郁闷。第二日又到后园，见接天树竟然显露日渐枯死之态，心中更为恼怒。长生看到一位道士坐在树下，便扯住道士衣袖问道：“道长，我家的这株接天树本来有很多宝贝，突然消失不见，您可知究竟？”那名道士笑而不答。长生有些生气，命家丁们将道士带到后院厅堂进行审问。那位道士还是满面笑容，并不答话。长生又气又急，看到桌上师叔先生的戒尺，抓起戒尺递给家丁，打算吓唬那个道士，逼问真相。那道士见到长生急了，大笑一声，舒展双臂，摇身化作一道金光，飞到空中，现出多宝如来本相。长生大惊，赶紧拜倒谢罪，祷告道：“我辈都是凡胎俗子，冒犯仙人，还请恕罪。”多宝如来道：“无妨，我是多宝如来，与六位佛陀脱身，在接天树上修行千万年，受到历代刘家祖先供养，广结善缘。”长生奇怪道：“为何众位仙人要离开接天树呢？”多宝如来道：“玉帝最近得到了一件神器，我们都要前去天宫观礼。”长生一听，顿生好奇之心，再三恳求多宝如来带自己去天宫。多宝如来劝道：“天上一日，地上一年，你若随我前往天宫，就要辞别父母，杜绝贪念，脱离尘俗。”长生急切道：“若仙长不嫌弃我，小人这就拜别父母，跟随仙师。”说罢赶忙跑到后堂去拜辞父母。刘天君与红莲公主闻听此事，哪里舍得骨肉分离，不许长生出走。无奈长生决心已下，执意离家。此时忽然刘府被黑云笼罩，无端刮起一阵狂风，黑云散去，长生消失不见。
刘天君夫妇痛声大哭。再说长生随同多宝如来来到天庭，见到了太上老君。老君道：“孩子，你还记得自己前生之事吗？”长生答道：“俺不知晓，还请老神仙告知。”老君微微一笑，也不作答。多宝如来等人将长生带到玉帝的宫殿，长生站在玉帝的昊天镜前，竟然看到镜中出现了玉帝容貌，心中感到十分惊诧。此时太上老君将玉帝被迫分一缕魂魄下凡转世的前因后果细细讲述给长生知晓。长生不禁问道：“怎样才能度过这场劫难呢？”老君答道：“你只要勤加修行，待到功德圆满，自然能恢复地位。”长生道：“那么我可以去哪里修行呢？”老君道：“下界有一座蓬莱山，灵气充沛，你在那里修行可以事半功倍。”老君取出一粒仙丹，喂给长生服下，挥动拂尘，将他送到蓬莱山中。自从被太上老君送入蓬莱山，长生既有山元献果，可有迷路闲权。他搭建了一处茅庐，每日修行，不敢擅离。转眼间已经是数十年飘逝而过。这一天，长生正在山中打坐，忽然有无数飞禽走兽跑到他面前跪拜叩头，皆作惊慌之状，纷纷鸣叫不已。原来哥格国成安王与群臣在山中打猎。长生见状，和颜悦色问道：“你们是不是有难，希望我救你们？”众兽点头鸣叫，长生遂叫众兽至茅庐后面掩身躲避。没过一会儿，成安王率群臣卫士蜂拥而至。成安王问长生道：“吾那道人，你可曾见到野兽由此经过，逃往何方？”长生端坐石上，并不作答。成安王有些生气，耐着性子又问了一次，长生还是拒不作答。成安王勃然大怒，遂传令下去，命随行将士擒下长生，斩去他的四肢作为惩戒。长生仍然微笑不语，也不向成安王求饶。成安王不由得勃然大怒，怒斥道：“道士推也无礼，实在可恶！”即命武士摁住长生，将他斩杀分尸。此时平地升起一场大雾，长生尸首飞升上天，合为一体，瞬间复活。众人皆是大惊失色。成安王大惊，合掌下拜道：“寡人不识仙体，望仙长大发慈悲之心，饶恕寡人无心之罪过，请大仙同寡人回朝，寡人必当弃朝政，重修行。”长生叹道：“陛下就是仙人，何必求道？”成安王再三哀告，执意要随长生出家修行。长生便劝道：“陛下既有出家之心，我自然随陛下回朝，处理身后之事。”成安王大悦，亲自护送长生回朝。成安王在敬乐宫宴请长生摘菜，正宫皇后玉堂公主听说成安王请了神仙回来，便专程来拜长生。玉堂皇后见长生仪表堂堂，便生了爱慕之心，戏言道：“道长相貌堂堂，俊朗不凡，若我日后生下一子，能有道长如此英俊，妾身也就心满意足了。”长生闻言大惊，心魔顿生，随口吟了一首诗：“道在红尘月世修，全凭借行作根由，工人要我为非事，今生难会再来求。”此时太上老君安排在他身边的一名护法神听见长生竟然说出再来求之语，断定长生烦心未绝，摇身一变化作一名宫女，悄然来到殿中。护法神化身为宫女，借着献酒之机对长生低声道：“吾乃护法神朱里，奉老君之命在你身边侍奉，因你烦心未泯，口出妄言，理应承受转世重修之厄。”长生听罢大惊失色，护法神随即腾空而去。此后数日，长生不饮不食，躺卧在床，第七日就死去了。成安王闻听死讯，非常懊恼，命人准备棺椁，将长生安葬在紫金山。玉堂皇后见长生突然死去，悲痛不已，不久也病逝了。成安王很是伤心，将他隆重安葬。丧礼已毕，成安王升殿，下旨改立邓妃为皇后。不久，长生化作一道金光，
投入邓妃腹中。怀胎十月，一朝分娩。到了这年的11月18日，邓妃忽觉腹痛难忍，过不多时产下一名男婴。成安王非常欢喜，取名玄明，立为太子。与此同时，玉堂皇后也投胎到了一户李姓人家。由于她诞生之时满是香气，被取名叫香娘。转眼间，玄明太子已经16岁。有一天，西藩国派人向成安王进献一只12寸厚的铜鼓，并口出狂言，贵国若无人能射透此鼓，便要向我国纳贡称臣。成安王大怒，随即下旨，凡能射透铜鼓者封官加爵。郑国将军刘飞虎武艺超群，素有万夫不当之勇，当即请命。成安王赐以良弓利箭，好言劝勉。成安王命人将铜鼓高悬起来，又赐给刘飞虎御酒3杯，激励他当殿献计，威慑藩国。那藩臣却是冷笑连连，冷眼相看。刘飞虎面对着铜鼓站定，左手挽弓，右手搭箭，一箭射出，谁知那支箭才射入铜鼓半寸，摇摇欲坠。刘飞虎顿时羞得满面通红，成安王也十分气恼。玄明太子听闻此事，立即上殿奏道，父王不必担心，待儿臣射箭为父王解忧。玄明太子又对着藩臣斥道，你这藩帮小臣，哪知我国人才济济。那藩臣冷笑一声道，王子若能射穿铜鼓，我国不但称臣纳贡，我在献上向上人头赔罪。玄明太子仰天大笑，也不多言，命人将铜鼓移到百步之外的高处，只见他挽弓搭箭，那箭快似流星离弦而去。众人瞩目观望，只见那箭迅即射穿百步之外的铜鼓，不由得齐声喝彩。成安王更是大喜过望。玄明太子当即命人斩了藩臣，将首级高悬午门示众。玄明太子召来藩臣随从，厉声喝道，尔等本为藩邦小国，却妄图挑战我泱泱大国，本当斩了尔等首级，如今饶了尔等，传信于你国王，速来请罪，免却灭国之祸。众藩兵胆战心惊，抱头鼠窜。成安王见太子能力过人，自己年老多病，随即禅位给玄明太子。玄明太子即位，以定大王为号，又娶了李家的香娘，并将香娘封为皇后。却说西藩国藩王哥里天儿得知使臣被杀，大怒不已，下令召集15万大军，以毛大海为帅，建开破兀竹为先锋，顺情为副将，向哥格国杀来。这一日，定大王升殿，闻奏藩王发兵来犯，下旨以护国大将军赵世能为帅，马孟明为先锋，李世吉为副将，领军出征，与藩军对敌。赵世能等人率领10万大军，浩浩荡荡的一路来到建关，安排大军安营扎寨，等待次日迎敌讨战。第二天，赵世能亲率大军出战，藩将毛大海也统兵迎战，两军厮杀在一处，战斗持续了一天，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尸骨满地，血流成河。最后无奈藩兵众多，又惯于野蛮厮杀，赵世能率军抵挡不住，只能退入建关大营坚守，不敢出战。接到赵世能求援的奏折，定大王勃然大怒，打算御驾亲征。群臣竭力劝阻，并谏言定大王可以颁布皇榜，征集能人猛士，定大王无奈，只得依从。且说太上老君见玉帝分身历经2次转世，怕他久居王位，贪恋红尘，见迷本心，忘却了修行之道，便派出自己的化身妙乐天尊前去点化定大王。妙乐天尊在空中摇身一变，化作一名道士，径直下凡。第二日，定大王升殿，侍从奏报有一名道士前来接榜。定大王宣召，对道士问道，你有何能敢来接下皇榜？那道士奏道，臣曾得一人传授，能呼风唤雨，施展飞沙走石，击败藩兵。定大王又问道，你需要多少人马相助呢？道士笑道，我学道有成，哪里需要兵马相助。定大王听罢，仍有些半信半疑。那位道士施展了撒豆成兵的本事，定大王这才下定决心，
派道士前去助阵。那位道士来到谏官，拜见了赵世能等将帅，说明了来意。赵世能大喜，命人好生招待道士。第二天，樊兵又来到谏官城下叫阵。那道士站在城头上，披头散发，右手紧握一把七星剑，左手捧着一碗清水，口中念念有词，开始施行法术。顿时天昏地暗，飞沙走石，直扑樊军。樊兵手足慌乱，躲避不及，一个个被打得头破脑裂。赵世能大喜，随即率军出城，杀入敌营。150,000藩军竟然是全军覆没，藩王也死在乱军之中。定大王闻听捷报，大喜过望，要封那位道士为国师。道士坚持不受，跃身半空，嘱咐道：“吾乃妙乐天尊，你我亦属有缘，当在10年后重逢。”说罢，妙乐天尊辞别而去，定大王率群臣躬身答谢。时光似箭，日月如梭，10年之后，定大王与香娘育有一子，立为太子，哥哥国国历日盛，国富民安。这一天，妙乐天尊正在打坐，忽然收到老君传讯，原来他与定大王的10年之约已至，此时也应该到了协助定大王断七情、斩六欲、弃世修行的时候了。妙乐天尊再次来到哥哥国，求见定大王。定大王一起10年之约，笑问道士有何来意。天尊也不多语，用手指点了定大王的额头眉心，开口唱了一曲道情：长门汉武帝，爱及秦始皇，句好神仙术，未逢引靖郎，君得闻道者，尚弥不存量，级别恩和爱，免堕见无常。词意平和，却颇有深意。定大王依稀想起前世之事。天尊又道：贫道修道有成，亦与你有师徒之缘，你若从我修道，可避生死，趋祸福，得永生。随后吩咐定大王道：3日之后，你可到城西300里的树林找我。说罢，天尊腾空而去。定大王回到后宫，静思前尘往事，暗自下定决心。次日，定大王下旨，禅位给太子，安排了辅政大臣，又嘱托太子以社稷为本，保境安民。待诸般大事安排妥善，定大王辞别香娘、太子及群臣，独自西行。定大王独自行路，到了深夜才赶到城西300里外的山脚树林。此时，妙乐天尊已经等待在此，对定大王吩咐道：“蓬莱仙寒灵气，你可在彼处修行？”天尊与定大王赶到蓬莱山，在山洞边搭建了一所茅庐，在天尊悉心教导下，定大王的修行突飞猛进。某个冬日，妙乐天尊怕定大王烦心未泯，将在修炼中面临走火入魔之厄，想要试探一番，吩咐道：“你下山给我买个桃子吧。”定大王领命，径自下山。等定大王下山后，妙乐天尊摇身一变，化作一名妙龄少女，手挽一只果篮，到山下闹市去卖桃子。定大王到了山下集市，都行多时，不见新鲜桃子。此时迎面走来一名卖桃少女，定大王赶忙迎上前去，请求那女子将桃子卖给自己。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册《三世修行》。